第31题，甲乙丙三试管中加入等体积的盐酸溶液，但盐酸溶液的 pH 值分别为1、3、5。当三个试管中加入颗粒大小相同的等重贝壳粉末，若三支试管中的盐酸均过量，则三支试管中的二氧化碳最终产量大小关系为何？我们看到 pH 值不一样，我们的酸的浓度不一样，这会影响到我们反应的快慢，但是最后到底能够产生多少的二氧化碳，跟我们有参加反应的盐酸以及贝壳的量有关。那么这边题目告诉我们，盐酸都过量，因此真正能够用完的，会影响到我们产生二氧化碳量的多寡的是我们的贝壳的量。那么三支试管的颗粒大小相同，贝壳的重量相同，所以我们贝壳是一样多的，因此我们产生的二氧化碳也会一样多。因此，所以第31题问我们说，则三支试管中的二氧化碳最终产量大小关系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甲等于乙等于丙。